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SBUSF show. This is your speaking. 嗯哼，大家晚安。OK， 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八位元小屁孩。那么我记得我们已经玩到第五关了嘛？第五关就最后了。我希望今天可以把它玩完了，希望啦。对啊，最后一关好像是墓园吧？对啊，死亡重播台没有小三呢？小三呢？我觉得这个就像这个就只是像前面那边吧。那我来个摇呢，就哎呀，那只鸟好可怕，它会吐火球呢，哎呦，来发疯咯，干嘛啦？这颗火球其实还好，我觉得这个吐的反而比较可怕哎，屁啦，嘎抓会喷东西了。又难了一个层次的样子，是啊，哎，哦，不要冲动啊！呜，差点烧屁股哦。哎呀，杨，你今天可不要崩溃啊！我也觉得我不要崩溃。有人打4760安安哦，不知道上面有什么呢？不知道要不要去踩看看？都。安安啊，哎呦，他还会喷汁哎，不要乱喷好不好？嘎抓会喷东西了，泰哥哎，还泰哥心啊，不要学人家乱喷啊！八点之前破完哦，应该不可能哦，我觉得这里有十关呢，而且又是最难的。Reload game， 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子 ？Reload 吗？哇，它变成这样，它变这样好方便哦，这样我就不用回到主画面了，赞。刀，但我上不去。吼！你看它要发射，猫尾巴安安哦，它要发射的时候被我踩个正着，它是不是有一次高一次低啊？还是我的错觉哟？安安哦。有更新过吗？我也不清楚呢，应该是有。好了，试试看，就冲吧，好不好？就冲。哎呀，这个会乱喷东西啊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没水准哈？啊，这里是哦，所以这边是没有路是不是？是要走哪里啊？是要走上面吗？应该是哦。来看看，动，对，应该是走上面。安安哦，两位安安，居然在我聊天室认亲吗？都，今天特别有感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好像是可以冲的那个吧。哟呼，天堂路哎！啊，差点真的上天堂了，吓我一跳。终点，大哥，哥。对啊，明明就只是屁孩，怎么会跑到这种鬼地方啊？就小屁孩爱乱跑，人家跑去文化波还是不怕的那种，跟他嘎揍啊！不是啊，我在讲什么？跟他小屁孩啊！先不要崩溃哦，我觉得我已经快崩溃了，谁来救救我？是说莫善小强吗？对啊。对啊，终点每次都在眼前呢，超阴人的呢。懂啊？还是上天堂？对啊，开始崩溃，还没，还 hold 得住，哎，你看我滑鼠都不用动，我就固定在那边，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死很多次。屁了，蛇还跳下来嘞！马凶喊。好，哇，抓对这个的节奏。好，不要吐我，不要吐我。到。
我哦哟，算错了啦。安安第一次跟到你的台，安安哦，叫一股来救我。我才不要让他受这种罪，我受罪啊，大哥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第一次破都跑得很顺，第一次都可以跑到很后面，然后就越来跑得越来越前面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哎，安安哦，妈哎，为什么他这只蛇现在会跳下来？这游戏真的超扯，超扯，超扯，超级扯，不夸张啊！说他扯不夸张，他就是这么扯。呵，过了。我要去那个天堂路，爽啊！哟呼！不！兔子不！哎，求啦！史上最坑人游戏啊！安安安安，话说正常踩着子弹过去真的不太合理，而且屁孩连就，哎。我已经对这游戏不抱持任何希望了。对啊，还去不复返嘞。我看五之一我可以过多久？就五之一来看，我可以过多久？三面夹攻什么的，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卡蛋嘞吼！没有，我只是想到我跟法师常常喊兔子布，然后下意识就喊出兔子了。安安，都，这边让我过欸，拜托欸，拜托嘿，让我过嘿。啊！没有兔子，没有怎么了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啊！我只是喊好玩的，你们不要紧张。哦，安安安安，你要去补习了，拜拜。好，加油，补习加油，补习加加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明明都可以冲到那么后面的，然后结果就越冲越前面呢？进度一点都没有。不要乱喷，安安。还会突然窜高嘞！好，要开始崩溃了，还没，还 hold 得住，我忍得住，我忍得住。死亡台，啪！对啊，炮台会变速哎、欸！哇，你在变速 ，fuck you！安安，你这个好多表情哦，我要叫你什么表情安安吗？这样啊、哦？安安安安，不会来迟，不会来迟，正开眼，死亡秀。会不会啦？嚯，差点就变我不会了呢。安安哦，安安。出现了是变速球，这个好难跳呢，少爷不要再跳水啦，这个不是水啦。我觉得这游戏，安南哦，这游戏到底我到底剩下什么？可以告诉我吗？哎，你看这个还这么难跳。他这个根本都是一个一个在考验你。哎，小香安安呢？哦，你今天跟梅之林放那闪，真的太过分了啦！
瑶瑶崩溃了吗？哦，啊，好好好好，再来，你再来呀，你再来呀，你再来呀！不要不要跳，不要跳！啊！待就不。我同学连你说兔子不理我都超像，哈哈，我剩下体力，对啊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破关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剩下体力。Please wait， 哎呀，这个有改版了，我只一个礼拜没玩而已啊。哎，还好而已啊，好啦好啦啊 ，fuck you， 不行，我觉得从上面跳一定会撞墙。可是不从上面跳又觉得会撞我，我换了大头根本找不到我，有这么夸张吗？你们怎么跳啊？一上一下呢？对啊，那火球每次都会不一样啊，我感动了，超感动啊！这怎么跳啊？谁可以告诉我 ？Why？ 哦，有嘞。他用他那个阶段差，呵，屁啊！什么阶段差 ？New high score， 呵呵，我好感动啊 ！New high score， 安南哦，安南，哦，救命啊！才一关而已呢，关了也就玩那么久了，这样怎么行？好难哦，阶段差，妈的！哎，这从中间的空间，所以我要从，哇，这也太难了吧 ！God damn it！ God damn！ 哎，大头照超正，什么东西？要用恒心跟毅力，我觉得这好难哦，真的哎，不是我讲真的呢，不是我讲假的呢，真的呢。天啊，小香，要不要玩这游戏？这游戏也是 RPG 啊！啊 ，fuck you！ 不行啦，过不去啦！开创造，慢慢飞过去，山都是假的，妈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！哦，超难欸，这个从中间跳，从中间跳 ，what the fuck？ 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！第二个升一半就跳。第二个升一半，第二个升一半，哦，也是有可以，所以是，请问这游戏的故事是什么？有说小朋友为什么要闯关吗？有啊，他本来是一个就是，主角是一个就是可能失业的男子吧，他就是经历了人生中比较低潮的阶段，然后就他就想打个游戏抒发一下，然后就要找到这款游戏。第二个升一半，呼，哎呀，还是被烧到屁股啦。超没耐心的、啊，好好好好，好，再来，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个还有这个 ，Oh my god， 你放过我好不？你马上拜托嘞，公斤来公给啦，你马上帮帮忙嘞好不？你这是在有够恐怖呢，哎、欸、，Fuck you， get out， 瞧不到。先把他踩死，预防万一。哦，帮帮忙好不好？这实在有够恐怖的啦！没哪算，算高哦！啊！Hive server， 嘿，唔知你啥回啦？不知道什么就是不玩。哦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超强哎、欸，神走位呢、欸？可是我觉得就一定就那一次而已。哎，妈的，超难过的啦！
我。哎，这真的很危险。屁还能拿奥运？哦，叫你亨利就好，我都不知道了。亨利，太好了，亨利干爹。安安安安。火鸟，火鸟啊！哦 ，you suck, you damn. 哎呦，这两次，哎，这一次好像差不多呢，这样好跳呢。屁西洋了，第二颗下来瞬间了。要加油啊！好啊，没问题啊！啊！吓死我！啊！保护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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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呵呵呵呵！哎呦，这只没踩到，越玩越有心得了。没有，是因为刚那一次啊，刚那一次啊，火球是比较。就是一起上来，一起下去。我的声音普通肥宅样，不会啦，怎么会？我的声音才肥宅样吧？啊！屁！你这样也喷得到，你也喷得太远了吧，大哥，哥，怎么喷那么远啊？动，不要吓在我身上，哎，你是故意的，动。保护我！哎！趁老公不在骚扰别人呢。我打的每则留言瑶都有回，我真的有在看。这可以跟 Flappy Bird 媲美哦， Flappy Bird 比较好玩呢，我觉得至少死了比较不会让我那么生气。这死了让我好生气哦，因为哎呦，靠，没抓好。麦跟蒙啊啦 ，Minecraft 等我心情好再说啦。为什么也要说大哥？就习惯用语吧。就算女的，我也会说大哥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习惯问题。不要吓在我身上啊！妈的！啊！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这样也撞得到。这样也撞得到，看你玩都快抓狂了，还叫我玩？没有啊，看你抓狂又是另类乐趣啊，你不懂。啊啊！差点被戳到。为什么他一定要吓在我身上啊？给绿之后都没有玩这款游戏了，可恶！一定要叫他回来玩，真的是。我要往后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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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等一下，你在说往后是哪里啊？我要瞄准一下这个，太好了 ，safe，all safe。玩的话可能更崩溃了啊！你不要吓我哦，真的是惹人厌这东西，不是我爱讲。呵，吓我一跳！不要吓我身上，不要吓在我身上，不要不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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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。哦，你这个小王八蛋，原来这里根本直接走过去的嘛！这里是不是有一只啊？有哎，超级玛丽恶搞版，就是这样我才火、啊。下面是岩浆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我觉得下面应该也是哎。好，现在是洗跑猛，要加油。OK， 大丈夫です。啊，这只鸟真的很讨厌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乱下蛋？你那个子弹还会爆炸，我真的很不喜欢。不喜欢，香妃娘娘。哎呦，给他丢！这根本就是叫你变相叫你玩一格高，只是他不好意思讲。Oh fuck， what is this？哎、欸，哦呦，哎、欸，这边是有什么密道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觉得这里有不好预感呢、欸哦？不会，还好啦，这个一颗而已，我还可以接受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终点是不是近在眼前啊？安安，哦，爽啦！那是鸟大便。我也觉得他是鸟大便，太好啦，5-3啦，终于啦。